你想看画面上这个留着小平头，个头不大，外表看起来和一般没有太大差别的老先生，但是当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就算四五个壮汉联手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位身高不满170公分、现年72岁的长者，就是享誉国际的太极大师，曾经是功勋彪炳的国军英雄，他就是吴国忠。吴国忠出生于温州平阳，16岁奉父命从军。民国38年，随着国军来台。来台之后，吴国忠入守金门前线，并且担任蛙人队长一职。在担任队长的9年时间，带领弟兄们创下无数的战绩。说起这段过往，最让吴国忠感到欣慰的，就是在这9年里，没有一兵一卒遭遇不测。那时间我们年纪很轻，也不懂什么东西，我们脑子里边只要我们要进攻，我们要回家。我们这个工作的当年所有的队啊，所有我们每个队啊，几乎讲啊，每个队都牺牲过人，每个队都要受伤的，甚至有很多队队长连队长的本身都牺牲了啊，都牺牲了。我是运气很好，我当了9年的队长，我队上有2个弟兄受伤了，但是我没有牺牲一个人，就是我一直到今天我也蛮自豪的。回想过去那段在前线驻守的日子，对于只身来台，在彼岸还有亲人的他来说，当正是家庭以及家国之爱中间的矛盾时，往往都让个性刚强的吴国忠落下热泪。有天喝了酒回家去，回到队上啊，一躺，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说也许对面是我的哥哥当炮兵，也许对面是我弟弟当炮兵，他刚好炮仗打到我身上，我都残忍啊。我当然是想到家了，说人要事情六欲了，想到亲情，所以说免不了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啊。古人讲风雨静，这个至于要有亲不在啊，就是这么一个事情。说那天那哭得蛮伤心的，不那时间哭不是现在，偷偷的哭不给人家看到，要自己当队长嘛，哥呢棉被盖在头上，我的棉被里边哭。站在彼岸望着对岸，对于家乡的思念，吴国忠是望眼欲穿。然而不论心情再怎么错综复杂，吴国忠还是秉持着尽忠职守的精神。他的表现除了荣登革命军一旗的封面之外，还史无前例获得连升3级的表扬。说到这里，您或许很难想象吴国忠是如何从英勇的国军英雄变成太极大师的，这其中的故事就让我们为您娓娓道来。民国55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吴国忠遇见了郑曼青大师，两人在交手之后，自认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吴国忠竟然败在柔弱犹如豆腐般的太极拳之下。太极拳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的奥妙深深吸引着吴国忠，也因此和太极拳结下了不解之缘。吴国忠醉心太极武学，他努力不懈，武艺也日益的精进。民国68年，一场与美国警察总局武术教练的意外比武，更使得吴国忠的太极拳功夫名气响遍全国。是美国纽约警察总局的武术总教练马夫人先生。那这事情是我们现在以前的烈化院院长刘松芳先生在现场，是开玩笑一样开起来，
因为马夫人先生当年有点看不起太极拳，也看不起台湾的武术，说刘院长那时间就开玩笑讲，他的金功夫的老师坐在这里，他有点不相信，说我们两个都在太白中原饭店在现场都接手，你接手了当然我们不同的路线，所以一碰他就出去了，马夫人飞了出去。这个说法可是当时各大报的头版头条，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也让外国人开了眼界。吴国忠的太极功夫了得，或许和他是温州人有着莫大的关联，因为温州在清末明初就以武术精湛闻名于中国，当地还流传着一句俗谚，温州出名师，五岁娃儿也能打。这位在台湾宝岛的温州人再次印证了这个说法。